different. 我们在槟城 International Airport， 然后我们即将前往吉隆坡 KLIA 2，所以我们会在那边过一夜，然后隔天早上我们就也不算一夜，其实我们到那边已经算是隔一天了。然后就隔一天之后，我们过了一晚，然后我们就会出发到台湾。可是这里实在是太多那些陌生人喜欢随便闯进人家的，就阿布啊、阿丽啊这些啊。那请来，我们现在我们要出发了，来。现在来到了就是吉隆坡国际机场二 KLIA 2。
隐藏起来不用讲了吗？不要这样子说吗？去哪里了？他已经不见了，他抛弃我们去了台北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过去找他。来，一二三。这个地区，然后这个呢就是巨无霸的臭豆腐，可是闻起来其实没有那么臭哦。那我们你先吃吧，先吃啊，来，我们请这个专业的路人甲来试。好苦呀，路人甲还行哦。那我们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哇，你看，来，我们来吃一口。它外面很脆，然后你吃进去的时候，其实是它是甜的，然后是没有什么味道。可是你咬下去了之后，它那个臭的味道才出来。这些叫原味啦，我觉得。太少了。
的时候，他那个味道才全部很散散的。现在还没有什么味道出来，至少是我觉得我们的臭味比较足，臭味是属于男生的。OK， 我们等一下看下一场。对，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食物就是大肠包小肠了。这刚刚买好的原味大肠包小肠，开起来看一下。看得到吗？啊，其实就是它的小肠，其实就是我们的热狗。大肠我还不知道它是什么，就这样包着。然后你其实可以看一下它的队伍，其实很长哦。这是什么脸？那大肠其实是米饭来的。